欢迎收看金融曼哈顿节目。好，那么今天指数是开高之后，今天指数创新高。好，看到今天开盘指数开高以后，今天呢上去在中场的时候呢稍微震荡一下。好，那么收盘的时候，今天指数还是一上涨了51点左右。好，所以今天也收了一根红 K。好，那么K 线来看，今天来过了前面的高点。好，所以呢当时在这里的时候，很多人很紧张。那我当时说，那你下来就是找买点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你看指数看的是一个方向啦。好，重点就是说，那么当然现在是年底的话，会反映很多明年的新题材。那再来还有，其实明年往上的东西不少，好，产业里面有很多往上的力道，好，所以那都是实质上的支撑。好，因为明年确实有很多区块会有蛮明显的成长。那再来，好，明年。电子产业也好，那非电子其实有亮点，好，所以明年整体来说，那既然往上的基本面，区块也蛮多的，所以它自然就会支撑指数低档，不会有太多的低档，好，所以当时就跟你讲，好，那下来当然早买一点呢，对不对？那再来就是要锁定12月份、1月份的标股，然后持续来赚钱，好，所以其实在年底的时候就反映明年有爆发力的股票，那明年空间大的股票。那其实，12月份到1月份本来就最好赚的时候，好，那我想现在其实才刚开始而已，对不对？因为今天才12月份开始也没有多久啊，好，那么接下来会更强。那其实有很多明年的新题材，那甚至于说获利会爆冲的股票，那这种股票的话，重点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要找漂亮的买点，那跟上来当然就可以直接把握，好，因为。其实后面的成长性都非常强了、啊。那我们先来看看哦、喔，来，这是礼拜五，那么其实也才两天嘛，对不对？今天才礼拜一而已啊，对不对？礼拜五到礼拜一，那两天的时间里面也可以轻松的赚钱。好，这是统新早上的时候，那么157块附近。好，所以呢，那么我想重点不是涨停啊，重点是发动点，对不对？重点是现买现赚涨停。对不对？而且是进场以后就直接赚。好，所以157块钱，那么有量有价，那么它也没有马上就涨停啊，那就一波一波一波，一波比一波高。好，越走越高，越走越高，震荡走高，走高，越来越高之后，到尾盘的时候亮灯涨停，对，涨停锁住，那么169.5元。好，169.5元，那么今天早上持续再创新高了，那早上180.5元。所以从157到180.52，这样子就已经23块了，有没有？23块钱其实很短的时间，两天时间而已。礼拜五现买现赚，现赚涨停，赚涨停之后今天续创新高，有没有？两天，对，23.5元。好，所以其实重点就是发动点，对不对？早几天买好像也没什么好处啊，对不对？那早几天买也是等。那重点就是一起进场的话就发动点，所以其实那个点位很重要啊。那当然题材很强啊，那题材我也跟大家讲啊，对不对？后面的后五 G， 好，因为到明年后五 G 就会正式的爆发，对，后五 G 里面就讲到了基地台和基地台之间的传输，那光主动元件、光被动元件其实都要用到这个统芯的东西，那这里也有点差别哦。那主动跟被动两个的，应该说它的单价差很多，好，那光被动元件的绿光片，它价格高很多，毛利也高很多，那这正是统芯擅长的地方，所以明年这一块会非常强，光通讯用的薄膜绿光片，那明年就大爆发了。其实从现在开始，第三季就已经开始了，好，就是因为如此，所以它营收跟获利上来也很快，那全世界也没几家。所以这个产业明年就进入对大好的时间，好，因为全球也只有5家而已，而且这5家有一些都是自己要用的，但讲是讲5家，但事实上有一些也没办法供应外面的，所以其实非常少。对，严格说起来，那么大陆那一块需求能够满足的或者能够提供的，其实还真的不多。那加上这个关键技术也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因为技术的好坏会影响到后面的绿光的程度，所以那非常重要。
好，所以重点就是明年开始获利就大爆发。那么其实第三季开始就已经开始了，所以它第三季的营收获利还有毛利率都成长很大，就是因为新的东西对已经开始了。好，那么 5G 都要用到这个，好，这是非常强啊，因为光被动元件这里的毛利又特别高，然后还包括对不对，又没有几家可以做。好，所以呢，那当然后面还有新的一样东西，新的一样东西呢用在 AI。好，那么这也是大陆最近相当受瞩目的一块，因为这一块后面的应用非常大，那这也是它另外一个独门的武器啦，因为这就很更少人有啦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一块后面的应用面又更大，对，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产业的东西，所以其实明年的获利就会大成长，应该会比大家预估的超过非常多。那总而言之，先跟上来就直接先赚钱喽，对不对？因为礼拜五，那么礼拜五早上。那早上就买在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155、156、157都有。那么虽然是157的话，那其实差价也非常大，对不对？因为收盘多少？169.5亮灯涨停嘛，对不对？169亮灯涨停啊，对，涨停锁住啊。所以从157到169，这样是12块钱嘛？就礼拜五一天啊，那礼拜五那一天又超好买的啊。所以很多新朋友来的话，直接就赚钱，对吧？买10张的，买20张的，其实就算买10张也是赚非常多，那一天就赚很多啊。那今天早上又续创新高，对不对？180.5，所以其实这样已经20几块了，那一转眼已经20几了。那如果买10张就20几万，对吧？买20张40几万，那事实上也不过从礼拜五到现在，而且礼拜五就发动点啊，对吧？你买了以后直接赚钱。赚了以后赚涨停，赚涨停之后续创新高，对，就爆发力非常强。那我认为其实，还会持续在往上，对，因为它的秘密武器现在还很少人知道啊。现在市场上讲这的不多啦，通常就是这样啊，大家还不知道的时候，它就一路往上涨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也是另外一个 AI 用的东西。好，所以今天早上持续创新高了，好，180.5今天再创新高，所以从157。到180.5，礼拜五早上买了以后直接赚涨停，赚涨停之后再创新高，那么两天23块半，那还会持续往上。我觉得掌握标股就对了，因为有一些都是股票明年是爆发力很强的，那都还没有反应啊，那就是要反应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要反应啊，因为现在都已经12月，现在都已经12月9号嘞，都已经12月快要一半了。那接下来要反映的当然是明年的数字啊，所以明年好的它一定要往上，对不对？那重点是现在当然指数我觉得也不是很大的重点啊，虽然上次跌的时候我跟你说它会上去，后来真的上去了，不过我觉得那也不是重点，对不对？因为事实上指数你也不是在做指数的嘛，你如果做指数另当别论啊，对，你如果做指数你当然要在意这个涨20点跌30点之类的事嘛，那如果不是的话，那你当然就标股啊，反正我们就锁定标股就对了，对不对？空间大的股票，那事实上就是马上要喷出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进场之后都可以直接赚。来，旭辉也是买在起涨点，对不对？就是买在这里，那进场后直接赚了，对不对？11块半，对不对？大陆市占40%，那么大陆接下来就是超级大成长，因为大陆现在的OLED占全世界才只有3%而已哦。然后后面会成长，现在5%，后面会成长到30%，就在后面的这2-3年就会快速的起飞，5%到30%，这个是非常强的市占了。那这一块里面几乎就是旭辉了，对不对？重点也不在这里啊，重点是买在这个位置，买起涨点，有没有？买起涨点好处就是你直接赚，有没有？你直接赚这一段都你的，那再来震荡一下之后跟你也无关，那反正你买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上去以后。马上脱离成本，而且一看就是11块。那11块的话，震荡一下之后，这个我觉得空间很大啦，因为明年的 EPS 非常强，对，再加上这有独占性，对，全世界其实也是遥遥领先别人呐、啊。所以明年开始就正式进入产业最甜美的那一段了。那股价当然会反应嘛。那重点是你买在这里嘛，买在这里更不用等，对，买在这里更不用等啊，就直接就赚钱嘛。所以我说把握标股就对了，对不对？一档一档都可以直接赚。
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都是直接现买现赚啊，不一定是说涨停，不过好像真的也都涨停哦。对啊，统兴买了以后是涨停啊，旭辉买的时候也是涨停啊，那瑞基买的也是嘛，对不对？瑞基买在盘下，有没有？前一天就预告了，就跟你说大好的买点，对不对？而且是起涨点。好，所以这个也是一样，买盘下，然后就一路上了。那上去以后，其实你都还可以加码。不过不管怎么讲，在盘下你要买多少就有多少，有没有？是不是买盘下之后收盘的时候来就一路往上亮灯涨停，然后再来就一路上啊，对不对？一路往上走嘛，是不是一路创新高？57.6创新高，61.4创新高，对不对？63.9创新高，有没有涨停创新高？今天65.2一样创新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已经14.5元了。那么50块的股票。14.5元，这几乎就是30%左右了。所以其实你看它没有每天涨停，但是也已经30%了。其实30%这样不知不觉就30%了，对，也没有多久啊。那真的没有每天涨停啊，但就一路创新高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也公开跟你讲，这样就是30%了，对不对？那更不要说其他也是啊，因为几乎就是买了就涨停嘛。那统兴买了以后，就是当天是现赚涨停啊。旭辉也是现买现赚涨停，瑞基也是现买现赚涨停，而且其实都买在很低的位置了。统兴礼拜五的时候开盘只有小涨1%左右而已，对，就是很轻松的买点的。那旭辉也一样吗？那天是起涨点，那天其实开盘也是开的小涨一点点而已啊，对，也是一样现赚涨停。那瑞基更不用讲嘛，对，根本买在盘下。所以连续三档都是一样，都是现买现赚，而且还不止现买现赚哦，是连续三档都现买现赚，现买现赚涨停，然后第一档如此，在第二档如此，然后在礼拜五的统兴也如此，然后今天续创新高，对，所以还是把握标股就对了。那么瑞基当然，水产这一块它就是持续领先了，然后稳定成长。那动物市场这一块是扩大，对，现在是扩大了，因为它扩大不是只有宠物、啊。还有包括其他的畜产扩大，那里大家知道的是猪的部分嘛？那其实还有鸡的部分，那再来宠物也扩大，而且那块动能也很强，那块要跟大陆好几家已经合作了，所以后面的爆发力更大。所以你看几个东西来说，就是说，水产是稳定领先之中嘛，那动物市场要扩大，那再来也扩大人体啊，对不对？人体这一块又是从无到有的新东西。那所以营收跟获利都从这里开始就要爆发，那股价当然是要喷出嘛，对不对？那重点就是来明天上看4块钱，那我想生技至少20倍，上看3-4倍应该很正常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全球最领先的。好，所以重点也不是在于说赚多少了，而是50.6来进场以后赚涨停，然后就一路赚了。最近好几档都这样子、欸，都现买现赚、欸，而且都是买了之后现赚涨停、欸，都是当天买在。那种很低的位置，然后就收涨停了，已经几档都这样子哎、欸，这已经第三档哎、欸，我们不是走一档这样子哦、喔，这是连续几档都这样，从瑞基、从旭辉到统兴，几乎每一档都这样，所以我就说，其实要把握好了，把握买点就对了，因为标股既然准备好了，买点一到就会通知你，那你就直接赚，对不对？这瑞基当时51块钱就买盘下，对，就是买盘下。买盘下的意思是这一根涨停都你的，而且不止这一根涨停都你的，到今天已经创新高65.2都是你的，14.6呢，这已经快要30%了，对吧？快要30%的获利了，还在持续创新高。那旭辉买也是买在这里，这天一开盘的时候，也是一样非常漂亮。也是一样现赚涨停，那赚涨停之后持续创新高，也是10几块的获利。那更不要说统兴，礼拜五的统兴早上买在这里，这个也是一样，涨停就是你的，没有10%，但是有8-9%，而且一样现买现赚，一样是现买之后现赚涨停，赚涨停之后今天创新高，已经20几块了，已经差20几块了，所以三档都是这样。都是带你买在平盘附近，一个买在盘下，两个买在小涨，然后都一样现赚涨停，然后一路创新高。
所以重点还是标股啊，锁定标股就可以了。那反正都帮你准备好了，所以我想后面还有更多可以赚钱的机会，因为有些股票后面空间就是非常的大，随时准备分出哦。所以还没有跟上的朋友，记得一定要把握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再来聊新的题材，还有你一定要把握的标股。休息一下，带回来。我是曾中玉，非凡商业台全球新观点，提供您理财新视野。大家好，我是郑明娟，非凡商业台只要钱长大改版喽，黄金、债券、基金、投资商品最新的资讯，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。只要钱长大，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，请锁定非凡商业台。只要钱长大。顶尖好手正面对决，早上九点锁定非凡抢先报。非凡商业台，财经第一台。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，非凡抢先报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周一至周五全球新观点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周一至周五，非凡新闻通。欢迎回到现场来。好，所以呢，现在十二月，今天已经九号，好，那么再来十二月份，马上就会进入十二月中旬，那再来到十二月下旬的时候，那么很快就准备进入新的一年。好，那其实年底的时候都是最好赚的时候。啊，因为年底的时候已经不是在反映今年的事情了，对，都是在反映明年的爆发力。那当然，明年有些东西有新故事啊，好，故事当然都跟产业的这个供需有关。那有些东西就是拿到了别人的订单，拿到新的客户，那或者新的合作关系。好，所以呢，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，有一些就是明年有大的转机啦。那么这种股票会一段一段的往上，那其实不用预设立场。好，因为整理完之后，通常很快就会再创新高，对不对？那再来的话，就是说，那你当然就要把握这个有故事的股票，对不对？那震荡整理一下之后，持续往上面又再度发动，对不对？像今天，那这是今天的前顶，其实有没有？今天也是一个很漂亮的买点，对不对？今天一样是很漂亮的买点啊。那么这就是有新的东西哦。那新的东西里面，5G 的新订单，另外还有一个新的，好，所以两样东西。那么5G 的订单会看到的是十二月份就开始爆冲，所以前面也整理了几天，对吧？所以那个买点就是在今天，对，今天又再次发动，所以这种就不用预设立场了，对不对？它当然有个目标啦，但目标我们在这里也不方便讲。好，不过那么有些股票就是会这样子啊，整理整理之后很快又冲出去，那会一段一段的一直往它的目标，那这个目标都是对应到后面的故事啊。也就是说，明年有什么样的新转机，什么样的新订单，有什么样的新合作，那股价就会对应到它后面的位置啊，这跟统信一样的意思啊。
统新也是这样子吗？对不对？后面就有一个目标，那那个目标就是用明年的数字来算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自然就会到。那当然，你那个东西如果空间很大的话，它自然就是有很大赚钱的机会嘛，对不对？空间很大的话，自然你就是把握买点就对啦，买点到时候该买就买，对，该上车就上车，该上车之后后面的话一大段一大段才会是你的，对，所以这是现在特别要讲的重点，对，现在其实就把握标股就好了，对，尤其是十二月份，对，一直到农历年之前，那这一段也是标股最多的时候，那再来也是会有很多新的题材，那新的题材呢，当然一定要把握了。好，所以呢，潜艇就再次喷出了，那这另外一个起点了。那当然，一个故事有两个啦，所以等一下再来说了。那么再来的话，特别的故事还有玉泉一样，有没有一发动就是可以轻松赚涨停？那当然减资，对不对？减资以后再引进新股东，所以减资37%以后，股本只剩下2亿多了，对，股本很轻薄。对不对？37%等于是1/3多，对不对？所以先减资，再引进新股东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带来新的东西，所以股价当然不一样。对，那这通常你说会涨到哪里？这有时候就不能直接讲。不过这都跟后面的东西有关嘛，对不对？先减资，再引进新股东，其实这就是很标准的标股的模式啊，对不对？这种新的故事、新的东西哦，在低价股里面常会有这个模式。因为你减资之后就变得更轻盈嘛，然后再来新股东嘛，那新股东进来之后就带来新的东西啊，那新的跟旧的加起来其实爆发力就很大了，对，所以这类型的股票反正就是会一大段一大段的飙上去，对不对？新股东取得的成本在49.3元，但股价只有20几，好，所以呢，那么当然会很强啊，所以就一口气往上，对，连续涨停啊。那涨停以后持续是继续创新高，对，又再创新高。那创新高，明年2月份临时股东会，好，所以呢，那么股价也是一样，震荡之后随时会创新高。所以其实今年有些股票就是你要知道后面的东西啊，那知道的话就很容易赚，因为它其实很容易会大涨以后停一下，停一下之后很快又上去，然后嘣的一声又上去。那你如果知道后面的东西的，你就知道怎么买。你就知道怎么做嘛，因为你知道涨到哪里嘛，你知道涨到哪里的时候，你当然买点来就会买，所以我就说，其实到农历年之前也是标股最多的时候，最容易赚钱的时候啦。这个时候本来就是这样啊，你如果不晓得里面的东西，你当然就没不会买嘛。那你知道里面的东西，就会知道它就会这样连续涨停啊，涨停以后会停一下下，那停一下下也不会停太久，再来又会往上。那当然，后面就是会有新的东西进来，对不对？新的股东跟新的事业，那股本变得更小，当然就更漂亮啊。因为2.3亿的股本就是2300万，就是1块的 EPS 嘛，2.13就10块钱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股本变得更小，然后减资再引进新股东，这就是低价的标股常常会有的模式啊。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引进有利的股东，一定要这么做，对，就一定会这么做啊，这是非做不可的啊。你这样做才让股本变得更小嘛，对不对？变得更小之后再进来，对，才会恰到好处啊。好，所以呢，那么一口气两根涨停，又半根涨停，算是2.5根多，然后就创新高了。那晃一下应该也快了。所以有些股票是一定要把握，因为那个上去一段其实都会很大，对不对？包括这档也是一样嘛。来，你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在这里哦，那后来就是一路上了，然后现在大概走到这里来了。好，那其实还算还没有整个喷出吧，应该说从这里现在走到这边来，这应该算是就算暖身呐，好，在加温的阶段了。那再来的话，剩一下就会准备上去，那个才是真的喷出。所以现在说起来是在喷出前的阶段，不过也是从这里涨到这里来了啦。那其实也是非常强啊，而且这是非常低价的股票，那价位很低。对，也是有大转机。那价位有一个好处啊，就是涨五成也是很低啊，涨五成也一样是非常低价，也一样很低价、啊。但重点是后面有新的故事，对，有大转机、啊。所以在市场还不知道里面故事的时候，他已经从这里走到这里了。那么再来走到这里就知道做什么吗？通常走到这里的时候会震一下下，震一下之后就喷出，通常都是这样走的啊，因为那底就打完了嘛。那打完底到这里的时候，换一下手啊，洗一下就上去了，
所以一般走法都是这样啊。那这当然，如果你知道里面的东西的话，那当然你就会更会知道怎么做。不过我讲的这都是可以让你赚很多的，都是空间很大的，所以也要全力锁定啊。那当然有机会就要买啦，现在只是怕没有机会而已嘛。那如果有机会，当然就要全力加码。这种有机会一定要全力加码的。那我觉得，因为空间很大，对不对？上去以后就是一大段，所以很多股价的走法，其实现在它就是在反映后面的题材，对，反映后面的爆发力啊，反映后面的新题材啊。那它就会震荡一下之后，整理完之后马上就喷出。那你如果把握买一点，对不对？就是可以直接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统星，像这是礼拜五早上，这礼拜五早上我们买的时候。那我们买的时候，其实也只有小涨一点点而已啊，因为那一天礼拜五开盘是155嘛，那我们买一开盘就买啊，那么有的买一五，有的买156，有的买157，好，算高一点157啦，其实收盘就169啦，对不对？那重点是它就是我刚刚讲的嘛，那震荡几天之后就继续往上喷，对，那重点是你知道后面东西的人，你当然这里会买啊，那就跟我们一样轻松赚了。对吧？所以礼拜五的时候轻松赚涨停，那么157块算157块买的话，那么收盘也是169，那169到今天180.5，今天续创新高，对，所以两天23.5块，那这不是唯一一档我们买了以后直接现赚涨停了，我刚刚就讲过啦，那至少三档都是这样子，买了以后就直接赚涨停，而且当天都是买在平盘附近小涨或小跌而已，已经连续三档都这样子了，对吧？那所以呢？其实就更好就对了，那反正都是空间很大的股票，所以一路跟上来，那么一起赚到农历年，那都是新题材的标股，所以还没有跟上的朋友赶快一起跟上来，一起发到农历年178的新题材新标股，一起来赚大钱了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